们彩排的吗？上台之后怎么样？先怎么样？一鞠躬，掌声鼓励一下，非常可爱的他。哦，什么？等一下，他有话要说，你要说什么？陈燕本人表示，妈妈今天忘了帮我带谱，惨了。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好，你要准备的那个矿泉水、气泡矿泉水啊，那些准备都准备好了哈。好，来，那他呢？这个要献给我们这个新人呢，还有我们现场所有宾客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，他要来弹奏我们的小奏鸣曲，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，我们现场所有的宾客啦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好的哈。那你在等什么？哦，知道，他在等掌声啊。掌声不够大声是不会开始的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。进步的空间啊，好不好？来，一鞠躬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可爱的陈燕，来，从这边下去好不好？从这边，来来来来，哦，妈妈说从这边，很听妈妈的话，很乖，来，从这边下去，好，谢谢。那接下来呢？都是妈妈的错，忘了帮你带谱还好，表现还是好棒棒。